你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红树林新闻，我是许端义，带你关心淡水北海岸还有新北市的重要消息。一对从新竹北上到金山游玩的王姓夫妻，开着买不到一年的自小客车，在行经国道三号的时候，当时时速100公里，撞到了一只鸟类。后来发现这一只鸟类卡在车头的水箱罩里面，吓得赶紧请警方帮忙。虽然事后将这一只保育类的大冠鹫顺利救出，不过警方与驾驶也非常想不透，体型这么大的猛禽是怎么穿过车辆前方这么窄小的缝隙，居然还可以活着卡在车头内，感到相当离奇。一般民众所驾驶的自小客车，车头都会有一排冷却水箱罩，而车头保险杆之间的缝隙是非常的窄小。不过你绝对想不透，这样的空间居然可以让一只体型庞大的大冠鹫钻进去，卡在汽车引擎室内。就在这个月的25号上午，一对从新竹北上到金山游玩的王姓夫妻，开着买不到一年的自小客车，在行进国道三号时速100公里当下，撞到一只鸟类，后来发现这一只鸟卡在车头内。这一对王姓夫妻吓得连忙开到警分局来求助警察。民众指称他刚刚在北二高行驶的时候，那车子遭受鸟类的撞击，那从外观看起来啊，看得到翅膀，那鸟还蛮大只的，那警方一看，真的蛮大只的一只羽毛。那请求，那引擎盖一打开的时候啊，发现它属于一只鹰类的鸟。大冠鹫。监视器画面中可以看到，远景一开始打开引擎盖大吃一惊，这么大的一只猛禽是怎么飞进去的？而警方在救援时，却因为卡住的缝隙太小，无法从上方将鸟救出，因此远景就钻到车底下，将保险杆的底盘护盖拆除，才顺利的将这一只命大的保育类大冠鹫脱困。警方从那个水箱罩这边打开来看，引擎盖打开来看来讲的话，空气太小，无法救出，那只好最好的方式是从那个车辆的引擎底盘那边的螺丝拆卸下来是最方便的，那第一个不伤害到这只鸟，那很顺利的那个引擎底盘那个壳子拆下来之后，很顺利的把鸟救出来。远景在将大冠鹫救出来之后，发现这一只猛禽体型不小，有超过30公分高，同时也非常纳闷，在汽车时速100公里的情形下是怎么撞进去的，而且还卡在水箱罩内，没有外伤，想也想不透。而事后警方也通知新北市动保处来将这一只饱受惊吓的大冠鹫带回照顾，才结束这一场离奇的撞鸟事件。记者许端义金山采访报道。淡水山区许多农田里面都可以看到红火蚁的踪迹，情况已经蔓延。而在去年底，屯山里也有许多农民被咬，而社区居民虽然很早就已经开始学习防治技巧，而这一次农民也将自己学到的技巧要跟大家分享，希望可以来成立淡水的红火蚁防治志工队。翻开田埂上覆盖的帆布，红火蚁全部跑了出来，这样的场面让人看了胆战心惊。但这就是淡水各区目前农田里的真实状况。而翻开地图，淡水农业区几乎全部沦陷，而为此公所也开班来培训防治红火蚁的种子教师，希望借由农民间的互相合作分享，自己的田自己就一起来对抗红火蚁。这次的红火蚁的疫情啊，就是扩散到整个淡水区吧。那我们农民的话，就是从一个训练出来，再训练两个变成四个，后来我们的农民会觉得说，自己的田自己顾，为什么要去顾别人的？那后来我们的志工就变成说，整个旅大家都一起来防治，因为自己的田自己过啊，这样子的控制下来以后啊，我们整个屯山的红火蚁就整个疫情控制下来。这怎样处理啊？那规堆嘛袂使弄开啊，爱边啊先压压，规堆这个压一定啊，无你这浪费也走去啊。去年九月，屯山里有多名农民在田里被咬，因此社区跟公所红火蚁防治中心也合作，一起来撒药防治。经过了大半年，成效相当良好。而今天许多其他里的里长也来听取经验，希望可以学习到防治红火蚁的方法。啊，有配药啊，给咱来压啦。啊，所以因为有改善。啊，今日上这个课吼，是迄天我较无时间通听伊详细讲。哦，迄天阮有李明伫内底，伫咱中了江西对毋对？啊，我拢一直服务咱李明，李明较会了解。有啊，我觉得就知道说红火蚁，因为我们那边也有，所以专程过来上这个课，怎么如何去防治这个红火蚁，那如何去消灭它，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一个帮助。
那我也可以回去告诉李明说要如何防范，要如何做预防，要如何把它灭绝这样子。由于红火蚁叮咬之后会产生灼热的剧痛与永久的疤痕，严重的话甚至会引发过敏性的休克反应，因此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而公所也希望在培育出种子教师之后，成立红火蚁防治的志工队，争取更多防治资源来帮助农民。记者陈柏伟淡水采访报道。三芝区公所用台电所补助的城乡风貌改造经费，在区内各地做绿美化改善。不过，对于茂场里路口一向的波坎里办公室看到却很傻眼。原本在转弯处的两棵樱花树，里长要求是要做成立体的意象，而施工厂商却只用照片放大后直接贴上，靠近一看解析度还明显不足。而里办公室也希望厂商能够改善，还给茂场里一个当初说好的樱花树意象。位在三芝区北十八与北十一线的交汇路口，一旁有一片高低落差所形成的波坎，而这一面波坎现在区公所用台电所补助的城乡风貌改造经费来进行绿美化，虽然目前已经大致完工，不过茂场里办公室看到却很傻眼。原本在转弯处的这两棵樱花树，里长要求是要做成立体的意象，而施工厂商却只用照片放大后直接贴上。有在考虑说想，本来是想说用那个。等于说是那个铁的，哦，不锈钢的下去烤，烤漆类似，好像是说上面用一些樱花的那个花瓣，可是做出来比较不大一样，所以这个嘿，这个我们所想的是比较立体。所以他现在所做的是这样，所以这个还是到时候还是要再改进一下。茂场里办公室表示，原本跟施工厂商说好，构想是用铁架涂成黑色作为树枝，再将红色花瓣点缀，制作一个仿真的樱花艺术装置。现在却变成用照片放大，而且解析度还很差，让里办公室脸上三条线。不过一旁的马赛克砖表现出茂场里的风情，的确是为这一面波坎增添不少色彩。啊，阮咧做这批片，就是讲来到遮，反感觉讲，哦，已经来到阮无中里啊，所以阮才欢迎莅临茂场里，吼、哦，来观光，因为阮遮大无中里，大个人愈来愈侪，拢是一挂艺术家甲文人，吼、哦，相当的多，所以来到遮，反感觉讲，哦，啊，阮遮还很自然的一些梯田，拢还佫伫咧。所以蛮漂亮的。两棵樱花树用照片放大贴上就算了，还上下重叠，让里办公室觉得看起来非常怪异。而虽然这一面景观绿美化在最后收尾的时候有些美中不足，不过也希望厂商能够改善，还给茂场里一个当初说好的樱花树意象。记者许端义三支采访报道。世界那么快，世界越快，上网速度更不能慢。台湾大宽频200Mbps光纤上网，只要999，再送2000元及泰国来回机票。快拨0809-000-258台湾大宽频 ，Home Security 居家防护全新上市。数位 HBO 电影组为您呈现 HBO HD 高画质，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家中电影娱乐品质全面提升。数位 HBO 电影组让您的家庭电影院更完整。详情请洽补上有线电视业者。台湾大宽频 Home Security 居家防护，随时随地给你看得到的安心。完美防护，给你看得到的安全，轻松方便就能拥有看得到的守护。 Home Security 居家防护全新上市，只要125起，快拨0809-000-258台湾大宽频。今天上午，金山区公所在中山堂举办岁末关怀寒冬送暖活动。今天捐赠的单位有多达9个民间企业，包括个人捐赠生活物资，包括了白米、沙拉油以及现金，多到区公所都要用米袋来装。而许多里长更是在现场协助，甚至有民众再不回家的都会帮忙运送，真的是服务到家。
今天上午，金山区公所在中山堂举办岁末关怀寒冬送暖的活动，除了为区内的低收入户民众送上温暖的关怀，这一次所补助的民生物资更是让民众能够满载而归。而今天捐赠的单位多达九个民间企业，包括个人捐赠生活物资，更是包括了白米、沙拉油以及现金，多到公所都要用米袋来装。而许多里长更是在现场协助，甚至再不回家都会帮忙运送，真的是服务到家。哦，这侪有够侪啦，足重个哦，啊来拢提无法哩，啊只里长拢，所有里长拢大家拢来帮忙啦，帮忙家载去因厝个，哎，安尼，到三工家载去啊，啊伊若未来就甲联络。那今年来讲呢，我们有九个单位来响应来捐赠爱心物资还有现金。那这九个单位当然包括慈护宫啊，然后呢那个金宝山啊、展云啊，还有其他等等相关的个人或是单位的代表，还有一些匿名人士。所以今年我们低收入户其实他们应该也是感受到这个非常就是爱心就非常的温馨的这个感受。今天上午一大早就有许多民众前来领取，而里长除了协助通知之外，因为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因此还会帮忙搬运。而区公所表示，其实捐赠的单位非常多，大多都是白米现金，光是红包一户就可以领到五个，最少也有4000元。然后呢，他们每个人每一户家庭可以拿到五个现金红包，然后还有也是好很多的白米啊、焖烧罐、奶粉啊，还有很多的爱心物资。那也真的像这个这个寒冷之际啊，那岁末寒冷之际有这样的一个安排这样的活动，相信的话也是为我们的低收入家庭，他们也是我们也是尽一份心力，让他们感受这个温暖的关怀之情。在岁末年终之际，各公司行号都在进行捐赠活动，不但可以抵税，更是能够做善事，给需要帮助的居民在年节的时候可以过一个好年。就连红树林有线电视针对低收入户的居民看有线电视都能够免费，期盼尽微薄之力能够给弱势最实质的帮助。记者许端义，金山采访报道。寒假即将来临，许多学生都会在放假时安排各项休闲活动。不过，淡江中学有一群学生自愿组成了短宣队，准备要在这个寒假来到花莲进行原住民部落的服务学习。从校长手中接过旗帜，眼前这群淡江高中的学生即将在寒假展开一段冒险的旅程。他们自发性的组成了短宣队，准备要在寒假期间前往花莲的社福机构进行服务学习的课程。而校方今天也特地为他们举办了授旗仪式。他们跟我讲说，他们想要自己来办一个的短宣的一个营队。那我说好。那他们也是利用所谓的放学的时间，他们加紧练习唱诗歌、唱跳律动。这样一个过程上面，其实这整个过程上面看起来真的是很感动。那短宣服务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短期的宣教。那宣教其实最主要的意义是要有做出那个耶稣基督爱的行动出来。所以我们想说，就是这些学生他们本身大部分都不是基督徒，那借由这样的一种服务的学习，让他们认识到我们应该把我们多余的精力用在有益社会的事情上面。我觉得这活动还蛮有意义的。然后就是去年暑假的时候参加过就是新竹的活动，然后就觉得还蛮好玩，然后接触小朋友，就可以让他教他一些他们平常学不到的东西，就觉得还蛮有意义。校方表示，马杰博士当年来台投入了台湾的医疗与原住民照顾，而今这些孩子传承了马杰的精神，毅然决然地牺牲掉自己的寒假，要到偏乡的教堂来打地铺，来传播爱与福音。而对此，校长跟家长会也都给予高度的肯定。他们真的很愿意这样子，从经费上啦，还有训练上啊，都很愿意这样子走啊。说实在，他们也都不是，大部分都不是基督徒，可是他们很愿意这样做，就是把爱走出去。当然学校非常的支持他们，非常的尤其老师们愿意跟他们这样子，非常感谢他们。尤其这一次安排的都是孤儿院，还有养老院。去遐吼，你也照顾一挂老人，照顾一挂孤儿的嘛，等于孤苦无依，让他们能够体会到，就是在学校你们所读的书里面内容所没有的，真实的社会上，让你们去见识一下，真的
提供，让这些学生多多去做一些社会服务，鼓励他们。七天六夜的活动，同学将睡在花莲丰田教会的教堂里，也将前往新光爱学院与必士大教养院，跟这些偏乡的老幼们进行交流。而校方也表示，希望借由这样的活动，让同学体验不同于都市的生活环境，同时发挥团队精神，感受到爱与服务的喜乐。记者陈柏伟淡水采访报道。随着赏樱季节到来，各地山樱花还在陆续绽放当中。三支青山路跟护尾樱花大道花况现在约三成左右。不过现在淡水天元宫后方的天山圣地庙方将三色樱种植在山坡上，目前将近盛开，整片粉色的花海相当美丽。现在就透过镜头带您一起来看看。粉红色的花朵在枝头上绽放，整片山坡上的樱花开了九成，相当美丽，也吸引了不少民众前来拍照取景。这里就是天元宫后山的天山圣地，庙方将三色樱种在山坡之上，树与树之间拉出了适当的间距，也让游客直呼真的是相当漂亮。漂亮，好像假花一样。因为我们都在百货公司啊，他们如果说樱花季的时候，他也在日本，在那个他们的农产品到的时候就会摆这些。看着好像真的像假的，超漂亮的，超漂亮的。对呀、啊，终于看到真的。新庄，新庄怎么知道这边有这一片？新闻上有播啊，说天元宫那个樱花开了五成，所以就来看看。就仔细看觉得。哎，对啊，还不错啊。像日本的，这一片很漂亮。是算讲三色樱啦，总共有25丛，迄拢已经差不多10年啊。哎，较早是大家较唔知啊，较早唔是啊，即卖每年吼。愈久开愈多啦，因为较早较细丛吼，较无遐尼迄款。即马今年来开加正水啊。而以往讲到天元宫的樱花，都是三月才开花的吉野樱，而这一片美丽的三色樱，庙方苦心照顾十年，直到今年才小有所成。虽然数量不多，但这样的角度仍然相当迷人。卖笨手卖四过甲阮等，危险的所在吼，卖行去就好啊。即马是拢围起来啦，较袂讲迄款。花唔能慢，迄是要用欣赏，唔是要用慢。从后山看天坛，别有一番风味。庙方表示，这个时节除了接近满开的三色樱之外，还有红色、白色的梅花与茶花。庙方无偿让大家来欣赏，而游客们也要拿出功德心，一起来维护这个得来不易的美景。记者陈柏伟淡水采访报道。为了让国际交流学生体验服务学习机会，共寮区公所特别结合老人共餐，让国际学生到共寮老人共餐据点，透过社区工作者协会邀请国外朋友来台湾当志工，共同参与老人共餐活动。为了让国际交流学生体验服务学习机会，共寮区公所特地结合老人共餐的推展，让国际学生到共寮老人共餐的据点，为老人家打菜、备餐、共餐，陪老人家吃饭、聊天，度过一个不一样的共餐中午。还有国际志工来参与，我想这是非常不容易。除了我们本身在做一样的服务以外，这些社会上、国际上都能够来参与这样的活动，我们非常的感谢。我想我们这是我们共寮人的福气。那我们希望说未来做得更好。我们资金共寮的共餐目前总共有11处，总共有500人好的一个老人都参与共寮活动。还有很高兴，还有我们的 EP Buddy 一起来这边表演，跟老人家一起互动，这样子我觉得很高兴，很对。很可爱，很活泼，还不像老人家，对，就。这次透过社区工作者协会邀请外国朋友来台当志工。共同参与老人共餐活动，服务社区长者，不仅让外国朋友体验共寮区的地方特色与风俗民情，更借由与长者之间的互动，传递志工精神，让爱心遍地开花，不分国籍，无远佛界。安尼老啊吼，大家来休闲一下，参加咱娱乐就对了。哎呀、啊，哇，食到这一回啊，我个人参加，那有咩欢喜？那我想未来公所这边会做得更好，会持续来替我们共寮这边来服务。我们在今年去103年度的一个社会工作遗嘱的部分，我们共寮是不是获得到第一名的一个成绩？未来我们会来加强去把这个做得更好。当天整场活动圆满顺利，场面温馨。让这些外籍学生直呼有机会还要再度拜访共寮，因为共寮除了好山好水，更有让人怀念与珍惜的浓浓人情味。谢晨威，共寮采访报道。在瑞芳耕耘20多年的和光企业，
继去年捐赠分局六台 AED 心脏除颤器之后，今年又加码捐赠七台 AED， 而这些紧急救命器将分给瑞芳区内的各派出所，提供给民众紧急使用。在瑞芳工业区已经深耕二十多年的和光企业，在创业初期位于瑞芳三爪指地洼地区，连遭逢两次台风淹水之苦，当时深受社会的善行所感动，因此在公司稳健之后就一直在做社会回馈。来瑞芳这边设厂将近二十年，所以瑞芳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地方。那我们厂商这边在瑞芳要使用当地的资源、当地的人才，所以我觉得回馈地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和光公司长期以来在瑞芳这地区里面，对于学校、对于弱势团体都有长期的捐助。好，感谢和光公司习总经理，对本分级哈，以去年自赠六台 AED， 以本。以今年又自赠七台 AED 哦，那 AED 对我们偏远地区的民众，它有很大的帮助。和光公司十年来稳定捐赠社会公益团体及瑞芳地区偏远学校，更在去年捐赠了六台 AED 心脏除颤器给分局，分别放置于各派出所内。今年也将捐赠七台 AED， 让分局相当感谢。那因为AED 这是一个对于人体如果发生心脏心血管导疾病一个短期的一个所谓的急救，那我觉得这个产品对于万一有需要使用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好的急救利器，所以我们在去年我们捐赠了十台 AED 给社会团体，那其中有六台捐给瑞芳分局，安装在瑞芳偏远地区。那我们在2015年呢，一样编列了十台的预算，其中七台一样是捐赠给瑞芳分局，安装在偏远地区。那希望和光的善举能够抛砖引玉，聚集更多的企业投入社会的服务。那今天本分局也借由联合勤教的机会，在此表达对和光企业公司的感谢，并自赠警察娃娃一剂。在28号当天，分局也借由联合勤教时间，表达对和光公司的感谢，并自赠警察娃娃，也希望借由和光的善举，能抛砖引玉，引发社会大众对于偏乡地区的关怀。记者陈威、瑞芳采访报道。欢迎收看今天新北市气象，你好，我是传希。首先带大家关心几个气象重点哦，就是在周三的时候呢，东北季风还是持续影响，这温度是有稍微在降低的。相信在我们新北市地区的朋友们，早上起床可以感受到这温度是比较凉一点点的。不过呢，到周四开始这个东北季风就要减弱，而且水汽呢慢慢减少，所以从礼拜四开始这个降雨就开始减少，而且这高温大约可以回升到22度哦，感觉起来就比较舒服一点了。不过呢，这只是一个短暂的空档哦，因为到周五的下半天开始呢，冷空气又要再度靠近了，所以从礼拜五的下半天开始这个水汽又开始逐渐增加，这降雨的情况呢又开始增加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云图，目前呢台湾上空都还是有一些云层存在的，在我们新北市的北侧以及东侧山区因为是迎风面，所以呢还是出现一些零星的降雨的情况哦。一直到下半天开始呢，这降雨情况才会慢慢缓和下来。那在模式预测上面呢，来看一下未来几天这水汽都是持续存在的，不过到礼拜四呢，这个降雨的情况是稍微缓和一点。到礼拜五才会继续开始下雨哦。那么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个降雨预测，周三的时候呢，北侧、东侧以南侧山区这降雨情况是比较明显一点的。不过呢，到了中午过后，这水汽就开始逐渐减少了。到礼拜四呢，这各地的水汽还算是偏少的，天气状况还算是不错的，大约是这种多云的天气状况。不过呢，到礼拜五开始，东北季风又再度增强，所以呢，从周五开始呢，各地的水汽又开始逐渐增加了。这个中午的下半天开始又开始那个水汽又开始逐渐增加，所以呢，降雨情况又要再出现了。那么接下来来看一下一周的预测，周三的时候呢，高温大约只有18度，感觉起来是比较凉一点的。到周四高温回温到22度，慢慢转为多云的这种天气状况。到礼拜五呢，中午过后开始这个冷空气降临，所以呢，这个高温又再度降低到大约只有20度哦，感觉起来就比较冷一点了。不过呢，这个雨大约是下到周六到周日又变成这种多云天气状况。那么在周日之后呢，都是这种多云的情况哦。那么接下来要请大家关心的一个焦点就是这个节约用水的问题哦。因为在我们冬季都是我们台湾地区的这种枯水期，这降雨呢普遍是比较少一点的，所以这个水库的库存都比较低一点。所以呢，要建议大家这个多节约用水我们一起来度过这个枯水期喽。好的，以上是今天天气，谢谢您的收看。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我是许端义，祝您事事如意，红树林新闻，我们明天再会。